公真公园哈、哦、举行了这个净滩的这个活动。那么大师提倡环保与心宝，所以我们今天有200位的这个会员，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。这个世界的清洁日是从澳洲开始的，啊，由于澳洲的啊这个帆船的选手呢，啊，当他在驾驶单人的这个帆船的时候，他看到了这个海滩上面，甚至在海边呢，啊，都是很多的垃圾，啊，他觉得很痛心，怎么人类把地球弄得这么脏哈、啊，所以他开始发动，啊，那一年他发动了这个几千人，然后清出了40000吨的垃圾哈。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就带动了全球就有所谓的世界清洁日。因为教很着重环保，佛陀是这个环保专家。我们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地方，我们呢有各位佛光菩萨都是环保专家。我们大家在经过了净滩之后啊，我们的内心也净化了，这个公园也净化了哈。希望很多的人大家都一起来啊，带动这个社会。其实不单只是今天呢、啊，不单只是在世界清洁日啊，我想应该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做一个新生活的运动，把那个减少啊。我觉得这个减法的生活会让世界更加的这个美好。那